小谢晚上睡觉一点都不会吵啊，直接一觉睡到天亮。这个还在这儿，昨天晚上没去，这个还待着呢。让他待着，走下去转一下。我把门打开，看看他下不下去啊。下车，下去玩。悠一点，悠一点，上厕所去了。让他下去转一下吧。刚刚把小 C 放下去玩啊，我还这收东西，一会儿就跑不见了。这小家伙到处乱跑，还好我给他带了一个定位器，去找一下吧。哇，这小家伙，定位器显示在那边去了。思月，小思月，过来。哎，这家伙，我去看一下。我们停车在那儿，那个河边去了。这小家伙，定位显示就在这一片啊。思月，思月，哎，这小家伙，不能躲太阳去了吧？这么远，喘死了。思月，好家伙，跑这儿来了！思月，真跑这儿来了！走吧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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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还不走？走了。走，走，走！呀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看，怎么了？我看，怎么感觉好像站不起来啊？走，先抱回去吧，去车上看一下，好像腿有什么问题，被车撞了吗？好像现在站不起来。放到前面去吧，带去那个医院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这哪儿最近。好家伙，怎么了？被车撞了呀？不能按，按了它疼。去看一下，去看一下，去宠物医院看一下。我看一下，我刚看了一下导航，这最近的宠物医院在昌都，还200多公里。走，我带你去看一下，放到前面来吧。走，赶紧赶紧，我带你去看一下。现在离昌都还有200多公里啊，开快一点的话，估计3个小时吧。现在中午12点多钟。赶紧我去看一下，还挺乖啊，就知道往公路上跑。昨天晚上也是下来就站在公路上，叫也叫不回来，我开着车走他才跟过来。你这家伙啊，快到了快到了，还有10多公里。小雪这一路上都没有叫过呀，待会儿去给您看一下。好了好了，已经到了，有点热呀，是吧？好了，已经到了，已经到昌都市了。我现在去那个宠物医院。今天早上跑出去，不要跑，就打，不要动啊，不要动。只能打个外骨顶啊，但是好，好像指定是有一点，给人一点骨折的，就这点。我是摸的感觉有一点，我就说怕是有点问题，这肯定是斜的。好了好了，嘿嘿嘿，不要叫不要叫，
这竟然骨折，哎呀！不急，再打十个都没用。顶骨宽不住，顶骨下不来。它是这两个关节是这样面的嘛啊？髌骨在这儿，它就起了一个这样。哦。宽的这个两个关节。是。现在还是有一点脱臼嘛？哦，这样就好了。接好了。就是现在先不动它。嗯，让他养两天。对。好，现在不叫了。刚才一直叫个不停，现在没叫了。我这样帮他包扎个纱布。就是缠一下。缠一下，不让他动，这个关节不让他动啊。他说上厕所，他不是去不了了。那现在肯定去不了了。您过两天呢，疼痛感消失了，真的吗？就是他能使劲的时候才行。嗯。这样你不要动他。让他自己慢慢，只能慢慢这样让他愈合。行，这个也是我只能尽这么大努力了，其他没办法。就是还是感谢你。没有，我怕他这扎太紧的话，这容易肿的话，你要重新帮他接一下。好，就是尽量让他这样，只能这样平躺。他尿尿也只能这样尿，拉屎也只能这样拉，没事吧？搞定了。给你打个消炎针、止痛针啊！在乱跑吗？两只脚都受伤了。就是呀，在乱跑。这个消炎针啊。消炎针啊。能动的话，慢慢的没事的。能动的话，只要他能动了，就说明他已经这个恢复差不多了。啊。但是还是要注意，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可能用力过猛了，又咔嚓又出来了。啊，又脱臼了。哎呀，也只能这样了，其他没什么。哎，不容易啊，小家伙。我洗个手。行，辛苦您了。没有。这骨折啊，厉害呀、啊！好家伙，又增重1公斤，这还脱臼，给接上了。走吧，带他上车上去。周边还有好多鸽子呀。走吧，带小三回去。现在我们接着往前面走，医生叫我多注意一下。这儿只有一家宠物医院，而且条件很有限啊。这回不会乱跑了，一天就乱跑。现在我们离拉萨还有1050公里，现在这边停车吧，不然晚上太晚了，一会儿天黑了。我们现在离喀什还有3400公里，大概还有13天的时间。给小谢做个病号饭吧，之前有点懒啊，没做饭，就一直喂狗粮，现在估计每天都得煮点肉吧。前两天医生说吃少一点，不要吃特别多，煮熟一下再给他吃吧。小岁晚上就睡在这儿吧，尽量少挪动他。他这个腿好像在使劲儿呀，手上有点味儿就来舔。一天乱跑。好了，待会儿吃。我去顶上翻了半天，把这些给翻出来了。这里面有钙片啊、零食啊，什么东西都在里头。这个是不是钙片？哦，这个是钙片，这个给他喂吧。这里还有，是不是？钙片，你的肌肉一会儿就好了。这两天赶路啊，没煮饭，就煮两包泡面吃。闻见我的泡面也要吃吗？算了，你不吃这个，给他放凉了再给你吃。你这有点高级啊！哎呀，这个碗，赶紧吃，吃了早点睡觉，好好养一下吧。以后这每天最少还是得做一顿饭啊，给小岁吃。所以以后要注意啊，
就算带着定位器也不能让它敞开了跑。如果没有空看它的话，还是给它拴起来，不然出了问题可就太麻烦了。那个脱臼好像是接上了，说这几天就会好，到时候我多注意一下。这小家伙盆都搞翻了，吃干净了，吃干净了。这两天医生说稍微少吃一点，不要过度的吃太多东西。睡觉吧。